活在物欲互助的这个年代，现在的青少年们基本上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一个情况，再加上父母亲的这个溺爱，享乐主义对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一个情况。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现代的青少年如何在未来竞争激烈的世界里面具有竞争能力，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问号。这个星期六我们去走街哦。好啊好啊，我们一起去。哇，你就喊我爸爸妈妈一定不给我去啊。是哦，我爸也会买给我啦。你买 iPad 啦， iPhone 没有用啊。叫我们转场咯，去听演唱会。说去听演唱会也是很好啊，演唱会这样贵，我爸妈一定不给我去。当下的青少年们都时常投诉，他们的意见跟看法总是被大人的知识、经验跟道德观给淹没。在如此的环境之下，现代的青少年就变成了跟其他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在一起，形成的都是负面的这个能量。妈咪，我 iPhone 6不可以，你还很小，不需要用到。我要，我要，我要，我要。不能。我要。不可以。我要。还很小。在如此的状况之下，他们的这个思维跟人格如何得到正面的发展？爸爸可以跟朋友出去啊？不可以，因为谁也身体不好。可以可以哦。弟弟，什么车？要去做演唱会。哎，我也是要去哎。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怎么会我要去哎？在哪里？在 KL。太过瘾了，在 KL。在 KL 不好吗？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我去啊。我讲不可以啊。我买 iPad， 你有钱你自己买啦。没有钱才向你买吗？没有没有用到的东西不要买先。这没有用，我跟人家掺在一起的时候，我拿这个小钥匙电话什么都没有用。这样你读书又没有用到这些东西，买来做什么？那个 iPad 拿着，人家看到我拿着这样小的电话，人家笑我啊！我要买 iPad。你又没有做工要来做我这些东西？你几时才肯买给我？迟点先啊，读好书先。哎呦，不用谈。因此，少青生命理财训练课程的培训课程设计是希望通过以青少年的同理心编排生动活泼的课堂讲解，再加上有趣及具启发性的游戏，以活动引导启发学员对正确观念的认识及行动，同时善用小组讨论方式，让学员更在相互激发及鼓励下确定正确的生活与理财观念。而贯穿整个课程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是培植感恩之心。我们相信要有好的态度，必须要有根植在思维内好的价值观念。因此，所有让青少年改变得更好、更独立、更谦虚，就必须从懂得感恩开始。其中的重要讯息要传送的就是重新定义父母提供给孩子的金钱意义，也就是在过去里面，孩子对于金钱的这个获取认为是等于换取物质上的东西，可是现在我们要重新定义的是金钱，父母提供给孩子的金钱既是信任、责任与父母给孩子爱的表现，这三个重点。不同的年代要有不同的教导模式，现在的年轻人应该要有一种新的思维，叫做叛逆的思维。这个叛逆的思维不是教你如何去和长辈做对抗，而是挑战自我的思想，拥有自我的价值观。所以在少青生命理财训练课程里面，不只是老师们的说教和听课而已，我们更欢迎你一起来和我们进行这个挑战。然后延续这三个重点，我们在课程从三大板块带出五大宗旨。这三大板块是一个人成长跟自我超越，也就是说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设计个人成长的这个部分，让学员重新认识自己，肯定自己的同时也肯定别人，以做到自我超越的部分。第二是团队成长，团队成长是让学员提供活动，就是说在活动里面感受到团队的一个重要性，
同时学习团队成长的关键要素在哪一个部分？第三，理财训练以模拟真实世界来进行，让学员们各自有一个身份，而他们必须用自己仅有的资源跟金钱，到最后这个培训的最后达到财务自主的这个目标。而活动的五大宗旨方面，我们第一，我设定了为引导青少年对正确生活价值观的重要性。第二，希望可以引导青少年激发自己的才能，达到提升自我表达的能力与沟通的能力。第三，激发青少年对于金钱更深层的思考。第四，对各类金钱陷阱诱惑培养高度的敏感度。第五，引导青少年建立对金钱、财富与生活的感恩态度。嗨，大家好，我叫施伟杰，是少青训练课程的总指挥官。在这个训练课程里，我会把我中学时期所经历过的皇家童子军特训，以及在我中学时期、学院时期以及大学时期、所累积到的经验，所领悟到的道理和所酝酿成的一些观念和思想，融会贯通，把它植入在这个训练课程里，借此激励、鼓励以及激发少青们找到他们生命中最真挚的一个梦想，以及着手去实现他们在什么生命中最想要的一些东西。课程方面，我们总共有七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金钱跟财富的观念，第二个单元是认识理财，第三个单元是认识自己，第四个单元是自我突破，第五个单元是团队精神，第六个单元是沟通的技巧，第七个单元是提升专注力。记得，与其留给孩子家财万贯，不如在理财方面培养培育孩子的独立自主。理财在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息息相关，而且非常重要。把生命理财送给孩子，将是留给孩子最好的一份财富。